开始了，太期待了，我想这个想很久了。我觉得好脆，这个好吃，好香的，芝麻酱的味道特别浓，好浓郁的芝麻酱的味道，我喜欢，喜欢，特别喜欢，我也喜欢。感觉是到家乡的味道了，对，到我了吗？更多新闻，下载北京时间 APP， 每一条新闻都发生在北京时间。